你从头做，做，每一个盘龙手走，走，回去的时候，回去的时候，这边不能断掉，你走，走，你这样子，你是用手腕做，你看这一段他没有盘，这一段没有盘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来来，你看这一段没有走，是不是？你再走，好走，这个回来也是一样，往上。每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每一次回来，这边要有这个力量，不可以这样，听不懂？再走，你刚才第一个这个盘哈，你看，不是在做这个，不是在做这个，不是在做这个，你看手腕手肘肩，他们也在盘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我刚刚这段都没有动的，你的手肘跟肩。跟肩都没动啊，是，这样走。还有就是回来的时候不可以没有力量，就是我们不是说有两个力吗？你回来的 ，when it's coming back, it must have another power going out。进来要有出去的力量，出去要有回来的力量，听不懂？你看你那个用手肘回来，你坐，走，你看他这个地方是用手肘回来的，一定没有力量。看不懂，你 see he moved the forearm back from elbow, so he lost the connection, no power here. 所以我没有这个的力量，就直接就断。你这边没有连的，你是因为你回来是用这样的回来嘛？这样的回来是单一手肘回来，力量就全部回来了，没有往外。的力，所以我们要有往外的力。你看，我这个回来，可是我往外的力比回来的力还要大。你们看我这个手回来，它力量到底是往外还是往内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是往内，是不是、啊、没有往外？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看我这样子回来，它是往外 ，the force is going out。哎，你看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盘到这个地方也是往外，回来。好，这边回来，手肘出来，它是往外。你手肘没有出来，你是这样子，它就是往内。听不懂？所以回一定要有一个往外的力，啊，往外。往外要有一个回来的力，往外你不能都这样放，你不能这样走，所以我说不要走快，你不可能走快的。我说练拳，我们练拳要给自己制造阻力，对不对？要给自己制造阻力 ，OK。We must produce the resistance power.微微木 ，OK， 所以阻力怎么产生 ？OK， the resistance come from two forces, two opposite forces， 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我才说你出去制造阻力，要回来，把出去的力量拉住，出去的力量再拉回来的力量的里面出。
啊，听不懂？我盘是往这走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回来的力量去阻止它往前走，可是它还是往前走，你才有这个阻力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完全没有东西 ，It's nothing here。Yes, no resistance power。你说过你的手和头，就加班和哪里那个有？对，对。好，有出去的力量，出去的力量，你就要有收回来的力量。这样，我出去，可是有一个收回来的力量，是不是？你们看，这样子，我这个手出去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回来的力，而不是这样，这样就没有。This straight out has no resistance， 是不是？这样子没有，这就是单向的，这样就有阻力，听不懂？所以你在练拳的时候，在练拳每一个动作都要有阻力。你在打斗的时候，应用的时候不一定要有，听不懂？而你自己在练一定要有，这是国术的重量训练。这是国术的重量训练的方法，你自己去产生那个重量，不是靠外面一个重量，听不懂？所以当你回来的力量越大，你出去的力量就要更大。啊，听不懂？你去做重训是不是给你一个阻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而他那个阻力是在外面。好，国术为什么他不需要这个？为什么他不用那个？尤其是内家拳，他不用那个。好的吗？那你自己在动，你要产生一个阻力吗？你自己在动，你要产生阻力出来，每一个动你都要产生出这个阻力来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动，这样动没有练到东西，看不懂？再试试。